史上的首创。客家委员会所发起，希望呢是以族群和谐作为号召，好呢这原客青少年的3-3篮球赛。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客家妹陈明珠，拍卡后。我是阿年，我要特别邀请到我们来自这个槟榔主挂花式篮球的表演者。很多客家庄，我们都跟原住民住在一起，我就一直在想，有什么方式让这些到三峡市镇来的原住民的青少年朋友跟客家的青少年朋友大家之间有更深刻的感情跟互动。那所以我们设计了这一次的比赛，因为这样的比赛而得到更多的友谊一起成长的朋友。借着这样的一个球赛，在8个县市我们让原客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更加能够深化。在我们追求原客一家亲的同时，我们希望让大社会能够更多更多的来关注我们的原民的文化，客家的语言。谢谢，我们先给了后面。